眼睛。一沙坑，脚慢慢往上摇，你还在做噩梦。我们说紫姐，你慢慢醒。站着。站。你过了会埋在这儿。啊，这个你就昏迷了就好了，就昏迷了就行了。昏迷是这样吗？最后一镜啊！出不来，真出不来，我没有力气出来。好 ，OK 了啊！那别的兵打死了，那得。拿刀，撤刀！哇塞，动都动不了。我可以表演那个杰克逊的那个舞蹈。安排。什么感觉？感觉不太爽。你什么感觉？我想回北京。二沙尘暴。来来了，你好。我们今天拍的主题是世界末日。世界末日降温氧，我要拯救外太空，我要飞上天了。当城乡成员组织了户外野炊，让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娱乐项目。一潜水乐园区，来水边，那当然是得体验游泳。我的妈呀！我以为是干嘛呢？太深了吧，里边有这很浅。看我给你表演一个。里面有点深啊，里面有点深。来站我呀，笨蛋。对。二休闲垂钓区。Hello， 这对面的鱼都很不错啊，应该很好吃。送给你。今天能不能加餐就靠他们。先给我来个下马威，再不停晃动鱼竿，接下来就是等于主动上钩了。唐氏钓鱼法你学会了吗？三商务会议区，两位山主户外也不忘工作，召集大伙户外会议。是网红打卡区，在河边与小姐妹美美的拍照。三界一流画本大师创作守则，创作守则一，不放过任何一个好角色。三二一，开始。套着镜面说，我已经死去9百年了。天马大战，结不住。你放心，星姐赢了。虽然当初我未能阻止大战。创作守则二，时刻讨论剧本剧情。自己刚说完，这边陶子熙这边晕了，死气。想看你的戏没机会了。骨灰慢慢汇聚，还是慢慢汇成一个人，还是不用不是一下成一个人，汇聚成，不是一下子，慢慢汇聚成一个人形，勾勒出一个人形，然后变成陶瓷器，对，他非常的淘气。连着，你们的故事，不用激动啊，这样子的话，用你的中气，能不能张琪写个戏啊？如果演出来的话，一定名扬四海，到时候贵宾的座位留给你们啊！
创作守则三，邀请主角前来欣赏作品。到时候贵宾票我会给你们留着的，不是贵宾票吧？贵宾票，贵宾席位我一定会给你留的。刚说完，有 VVIP 吗？不是 VVIP， 我不去的啊、哦。最后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感动所有人的画本吧。啊，对不起你。杀青吧，杀青吧！小心了啊！这样啊，三个人狼进。沉香剧组拳王争霸赛来了，凶狠！我们最喜欢打仗。一定要加入，一定要加入，来吧。这就是我们。Round one。Round two。什么呀？我这还有一个开。太长了，我没动啊，你太长了，你不能说，你不能这样啊。二十，咋赖输？我说二十，你也输了。Round three。二十。当唐周微逗笑颜的打开娱乐模式时，现场是什么样的？好的，准备来。一个妖精，现觉醒。嗯。现觉醒。你现在的力量完全就是数倍。数倍。看，力量并非来源你本身吧？唐红慢慢站起来，是吧？不，有进来。疯了你！不，都不快点来。还有这样。别别别，帮我退一点点。远一点点没关系。哎，赵薇啊！哎，太太呀！我找你干嘛？太太呀！单身，穿越不了。怎么样？搬家，搬家，搬家！一个镜头，再不出去。你的样子简直干嘛了？哎呦！快点！不是你，要不然。不是你。娱乐结束，打开工作模式。超级状态好，可以吧？好，走。我来开机。三二一，开始。玩归玩，闹归闹，工作还得认真搞。当唐周微逗笑颜的打开娱乐模式时，现场是什么样的？好的，准备来。一个妖精，现觉醒。现觉醒。你现在的力量完全就是。看，力量并非来源你本身吧？唐红，慢慢站起来，是吧？不，有进来，疯了你！不，都不快点来！还有这样，别帮我退一点点，你看我稍微是吧？远一点点没关系。哎，赵薇啊！哎，太太呀！我找你干嘛？哎，太呀！单身，穿越不了。怎么样？搬家，搬家，搬家。你的样子简直干嘛了？哎呦！快点！不是这样，要不然。不是你。不是你。
乐结束，打开工作模式。调整状态好，可以吧？好，收。好，来开机。三二一，开始。再说。还好，腰里没事。玩归玩，闹归闹，工作还得认真搞。溏心蛋蜜语传情，电灯泡觉醒反击。三二，先别走，我先放完再走啊。来，三二一，准备好了。三二一，开始，一分钟走动，爆！好，来，放上去。来，预备，一二三，放手，嘣，抓住。你打你让我俩，我弹我的。对，因为他就在这里不要摇头了，然后你就然后这来他在我们把他撵回来，他一直在那说也是哑语是吧，叫我们俩说哑语。此加密对话仅溏心蛋听懂。我一直真的然后我一直想我们来句说哑语，我这个别担心。嗯，当着我的面说哑语怎么敢讲，哪里不太对？当我是傻子吗？没有，没有，这叫没有。然后你华哥怎么接着的？华哥怎么接着文字？他那是一两页，他这样说。我是怎么接着的？溏心蛋蜜语传情，电灯泡觉醒反击。三二，先别走，我先放完再走啊。来，三二一，准备好了。三二一，开始，一分钟走动，爆！好，放上去，来，预备，一二三，放手，嘣，抓住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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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打你让我俩，我弹我的。对，因为他就在这里不要摇头了，然后你就然后这来，他在我们把他撵回来，他一直在那说。也说哑语是吧？叫我们俩说哑语。此加密对话仅溏心蛋听懂。我一直真的，然后我一直想，我们来句说哑语，我这个别担心。嗯，当着我的面说哑语怎么敢讲？哪里不太对？当我是傻子吗？没有，没有，这叫没有。然后你华哥怎么接着的？华哥怎么接着的？文字他那是一两页，他这样说。我是怎么接着的？名场面，溏心蛋夫妇解盖套搞怪幕后。好来，好紧张啊！你屁哦！我刚才看刷抖音，看你有仙果盖。不行，我在这戏里面。我结婚的结了四十多次，我结婚的结了四十多次。你真厉害！你的八十多次，你的八十多次。一个鱼在动了就好了，好，你开了啊，你可以了啊！哇塞，让我猜猜这是谁？啊，可以了啊，来开了，盖来翻了。等等，接完盖头是不是就改？带你直击溏心蛋夫妇的雪中欢乐时刻。准备工作结束，该打雪仗了。Looking for you.
你看到的堂主突现，你为了外面的金主，你为了他当真要走到这一步吗？王道，想疯了吗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书生繁星漫天舞，听黄鹂泣血，歌声哭。真的是这样吗？是，真实的现场情况其实是这样的。你们雷小贝，你是这样招待客人的吗？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啊，关这屋里不好，这多热啊，热死我了。那我进浴池了。阿K，那受不了了啊！这样，一个这边疼，老疼。卡巴卡巴卡巴卡米卡巴卡姆，卡巴卡巴卡巴呀，米卡巴卡哦。还有这样，你走可以，你走可以，可我没答应你带他走。营销派也绝不放过任何妖孽。好，OK，好，可以啊。